又要干嘛呀？野外生存比拼，这次咱去原始社会比，啥也不许带。到了，走。嘿嘿。哎哎，加仓了，加仓了，救命啊！别喊了，我们不吃人，但你们坏了我一锅汤，必须补偿我们一餐。补偿，必须补偿。计划有变，这次咱们比野外烹饪。限时一小时，计时开始。怎么办？我们三个哪会做菜呀？怕啥？他也不见得会，咱先随便找点食材做点啥。看食材。这么大一只，咱也处理不了啊！咱要么做点别的吧。赞成。嘿嘿，看来我们赢定了。可谁来做菜呢？哦，两块大肉，一份浆果，一份蜂蜜，还真成了！真是天助我也，我们将迎来数季以来的第一次胜利。请享用。嚯，真不错！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！你的作品呢？好吃！如此简单的食材，竟能做出如此美妙的味道，此物只应天上有。你用美食征服了我们，你就是新任酋长。就算你们运气再好，没有实力也是没用的。我太难了。